早上，我是李友啊，又到了吃饭的时间了，我们看看这小朋友吃饭到底有多难，两口饭能吃几分钟？你快点吃啊！好啊。你已经上电视了，大口吃，表演一个吃饭绝技。你快点，一会儿都凉了。大口。时间来不及了，我喂他，他要我喂的哈，你看到了，吃，来，嚼，快点，你快点啊，大呱呱呱呱呱呱，快点快点，下一口来了，开门开门，小兔子开门，快快，快点嚼点咽点咽点，快点，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，快点快点，第三口已经来了，快。快点，快点干！一会儿呛到了，快快快，加油，来！快点吃啊！你不吃，我不喂了哈。好，来。你这人这么大了，还要闻喂？来。来。每天早上都是这样，就这一点点饭能吃好长时间。哎，把我没把我东西全抢来了。好，来喝吧，喝汤。不要停啊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你看，你看，你。你快点喝呀！吃完要走了，快点，还有五分钟。啊！这差点咽了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吸。来两口，来。快点，快点，时间紧迫。来。来，来，行了，到点了，我们要走了，出发了，再见，大家说一声再见。